小宝宝的到来会彻底改变父母的生活，他们像小恶魔，会莫名其妙大哭，到处乱翻，把家弄得乱七八糟。他们也是小天使，会带来很多乐趣。下面是一些超有趣的婴儿照，看完这些照片后，你或许会觉得生一个小孩玩也不错，跟宝宝一起爬行，抓不到池子怎么办？这个女的抢走了我的男人，还挑衅的看我。姐姐发自内心欢迎弟弟的到来，这是恐怖片吗？一看就是亲生父子，这眉毛搭配这表情，太好笑了吧！救命啊，你的小宝宝要被偷走了。这种互相嫌弃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两颗奇异果，今天就分出个你死我活。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座位，这么小就懂得享受，真是前途无量啊。宝宝照 X 光，看起来很诡异啊。小宝宝长出了小胡子，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。他真的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吗？姿势很妖娆，表情却很怪异。换脸 F 不能随便玩啊，让爸爸给宝宝洗澡。就是这样的结局，他第一次看到下雨。不要误会，那是宝宝的脚。宝宝的第101种用法，邮差叔叔根本不知道他站在门后。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晚餐，拍照前记得让宝宝排空一下。他要吃掉这个宝宝吗？眼睛太大也很诡异啊。永恒的笑脸，看到食物就想吃，这些小宝宝太可爱了。虽然他们也会调皮，但乖巧的时候真的是小天使啊 Tilda。